这家伙我爸整三盆儿。嗯。整三盆儿呢。嗯。挑着豆芽皮子。这玩意不用挑，能吃。嗯，也有营养，有营养，但是它吃好糊嘴。这是牙小。炒肉皮呀、啊，这是好菜呀、啊。哎呀妈，这是冰箱的肉皮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咱们这肉皮，这劳动是整的干净的很。哦，说了。哎呀，雪里红。雪里红。不叫芥菜缨子哈。嗯，他俩基本上差不多少。那回我整差了，我寻叫芥菜缨子，但是这个味儿跟这个芥菜缨子一个味儿，基本上，这个不再咸的了。泡了你啊？这个我泡了，泡头五六遍了。这玩意儿洗油是不是？对。俺们单位就帮他炒黄豆，完了之后当咸菜吃。黄豆芽也行啊，就整一小碟儿。对，这个也行。来点一起煎。哎呀，我这死了。好嘞。来点豆腐。这菜可不少。哎哎，得这么切，有点盐。对你那个雪里红可淡了。盖上，炖一会儿，炖一会儿，炖一会儿好吃。这个必须得炖，必须得炖。啊，嗯，炖一会儿好，变色儿了。再来点胡椒段。好，香味儿十足。这玩意儿干炒啊，硬炒。上点枣，五香粉，这都闷一会儿。哎呀，这玩意儿不出肉了吧？这还是炒菜，来点盐。这肉皮一下就粘锅了。对呀、啊，这肉皮这是熟的，有点筋筋。这喝酒菜，没有会做好。喝酒又下饭了，妥了吗？好了。好，走肉皮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这俩拐。哎呀，这菜老美了，哇，都吃崩了。哎，老美了，这大盘挺好吗？嗯。上。葱花。烫烫不烫吗？不烫，快走！哎呀，快走！快走！我来了。哎，这家伙，这菜香。今天这俩菜对桌。嗯。嗯。行。行。满杯三两，二两多。二两左右。嗯。是吗？这家伙，今天捞最小缸子。嗯，不是，我这拿的最小缸子。你咋还拿小的了呢？那小的少喝点呢。咱俩新开启一个篇章，是吗？这两天我妈说啤酒都喝大瓶子的了，喝燕京了。嗯。我喝那个啥的，啥都行。这黄豆芽挺好吃。你爸味儿挺好哈。那酒也不错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今天我爸整俩菜。这两天都是下饭菜，
黄豆芽炒肉皮，这叫雪里红炖豆腐哈。嗯，对，雪里红芥菜缨子不是一回事，我原来寻一回事，长得挺像。俩菜开饭，开饭。这两天这个酒这个量渐少，是吗？行，来整一口吧。芥菜缨子是疙瘩，雪里红没疙瘩。嗯，这回大连队撤了，俺们又用这小桌了。嗯，大桌不行，太大。你这是哪个豆腐？是脆烟豆腐吗？哪脆烟豆腐？这是烤豆腐。就是大锅做的豆腐，不是机器做的。不是，是不是有股脆烟味儿？那个是。那怎么就脆烟豆腐呢？还能哪有脆烟？就有股脆烟味儿，这个。这肉好吃。今天两样饭呢。嗯，放点小米儿。是小米儿吗？嗯，二米饭。瞅着像那个苞米粒子似的。哪个苞米粒子？爸，你一会儿吃点啊。我得吃，这我愿意吃二米饭。妈呀，这不咋吃了，吃大米饭吧。就这一碗子的，拿两头大蒜。妈呀，咋要上大蒜了呢？吃这豆腐吃点大蒜。吃豆腐吃大蒜，就吃肉吃大蒜，你还吃豆腐吃大蒜？你吃这饭吃点辣椒。大蒜来了。这两天是不是总想吃点辣的吗？嗯。哎呀。吃点辣。明天我给你吃个辣啥的，辣什么玩意儿了？叫辣鸡面，黄豆芽，这黄豆芽得细嚼，慢慢嚼。嗯、黄豆芽和肉皮摆上盖饭了。这肉皮挺辣的。嗯，高在边上。我都能咬着。这肉皮凉的时候它是硬的，是吧？嗯。你等到那个一加热，它就软和了。咱俩还炒过一回肉皮呢，是吗？嗯。咱俩那回煮的软。嗯。肉皮都是，你为啥都冻着呢？是凉了呢，凉了它硬了。你这回咋不吃大蒜了呢？吃吧。上班。吃肉吃大蒜，不吃肉吃啥？你要不要拿，我今天我就不吃了。上班有的时候那啥，第二天味儿都不消。那你就别吃了。那你就吃。别说很那啥，嚼茶叶。我就吃口香糖。嚼茶叶。兜里常备一根口香糖。口香糖不咋吃。吃点大蒜开胃，对吗？嗯。你看我妈原来都不吃，这回让我带着。你长相我从来都不吃。嗯，爸。嗯，好吧。西红柿也吃好半呢。嗯。开工资第一个月能请出来吃点啥？嗯，挺吃。反正，咱们家人反正就认吃点就认吃点啥。你像人别人家说什么过年呢过节买个礼物啥的，没有那事儿，什么买朵鲜花啥的没买过。你买鲜花了吗？领吃饭，就领吃饭。没买过鲜花。咦，没买。这个有点凉。哎，正好。这个不太凉，他俩一样的。给总监来个那啥铁罐儿，俺们喝大瓶的就行。俺这样搁这在等着，搁这倒。真的没用。总监从来自己不倒酒。那我还没等到呢，你就倒了。副总监都回去了，直属的下属已经撤了。看看这包怎么着？这包怎么？
哎呀，你看这酒都不一样嘛。那这磨辣啊，这磨色儿差不多，那差不多了，色儿差不多。你咱俩换来，换啥？我这个不要来吗？哎，你不嫌这个少吗？哪个少啊？你那还是多的呢。你多给你。原来我跟我爸时候就喝这个叫大燕京，是吧？我愿意喝这个。楼下小卖店卖，那时候最开始那时候2.2块好像是，是不是？两块。两块啊。两块。带瓶，带瓶不带瓶，他这玩意反瓶。两块，或者慢慢涨，2.5块。嗯。2.5块，现在好像3块钱。3块。嗯。带瓶多吗？这要是小鸡儿汤就好了。小鸡儿汤。小鸡儿汤，排骨汤。这是个大豆腐汤。你这想法好的一个汤。那谁愿意吃好的？这玩意儿我给家买年我都腌一缸。腌呢？不是说你胡。接着腌吧。接着腌。啊，咱搁家吃那是腌的哈。腌自己腌。到冬天吃。我去年搁单位我腌的就是芥子秧子，这有打嗝是正常的。这比有啥好？哎呀，海螺老丈头他有碗4-5个最出名，老好。那你回家啥时候回家吃去？早餐。你吃过几回呀？我开饭店的呢，吃过2回。你买菜去，你早上去就到那吃。早上在家不吃饭，骑车都累上了，到那吃一碗。那咱贱，那咱一碗才有2块钱。2块钱完了带一碗砂锅豆腐。那玩那时候干啥都干。总共4块钱大米饭白送。你说那都是多少年前了吧？20多年，30年左右吧。那时候咱们那饭店那肉片才卖5.8块呀，猪肉2块多钱一斤。那还有点那啥呢，还有点那一番炸呢。我说给我大哥带走，大哥不要。哎、那家是。那家有劲。猛啊！对我妈那个凉鞋，我妈，我妈那凉鞋。这家伙还指着穿3年5年的呢，又是大连去了，让我大哥给拉大连去了。你大哥拉邮回你大嫂。我大嫂又给邮回来了。邮回来没到呢。花10块钱。你给他给推了。我跟那西红柿那鞋高一块了，那天他们那个第二天就想走。完就没往回拿，现在东西没往出拿了。整的太匆忙了。我就忘了我那鞋搁里头呢。等他们也走了，我也想起我那鞋来了。你这当领导当的，你到最后啥事情不得检查一遍？个儿不经过好个儿。就是呢，你看我爸，我爸从来不带啥都不带丢呀，个儿就一个小包。丢能行吗？丢吗？走的时候是一个小包，回来还是一个小包。嗯，当兵也养成这习惯，到哪都是。你就别说那个丢，你就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东西搁哪都得知道，就是那个一生就是这种性格。来吧，哎，我妈那个酒我给分担，粥啥粥你慢点喝。哎，慢点喝。你就也得粥。还粥呢？我妈的福根儿。嗯。刚才我倒点儿。没了。你整点玩意儿还喝倒得了呢，倒洒了呢，你没有的妈呀，干金子了，比金子还贵头。喝酒人你得心疼酒，这都是受我的那个影响。那可不咋，这个都受你熏陶了，关键是没受我妈熏陶。要受我妈熏陶的话，就是愿意哎穿点啊，带点啊，是吧？那不是。那些年过春节了，就是你们小时候干杯呗，干杯来啊！小时候我就过年的时候我就窜两酒，就喝点酒，所以就养成。
啥这件事？干杯，跟大家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不是说从小，就是说后来那个毕业了，完了之后上外面工作去了。对。那时候我是在外头喝，但是回家不咋喝。后来我爸知道搁外头也喝了，回家给也喝点儿啊，粥两缸子。你没有好的心，好的传统传下边。那过年了，你看这一年到头了，一家人传点酒，一家人好像没有点他传家宝之类的。一家人团圆了，都回来了。你说这有的好年都不回来，搁外边。这咋整挺好？俩菜整的不错，这家伙完了之后吃一碗大米饭，这从今以后不能多吃了，还是一碗饭。要控制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支持与观看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请帮忙评论转发点赞关注，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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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词儿好长时间没说了拜拜